明星赛拳击一v一 ，Round One。Judge, 加州中国田径广场主办明星赛一v一第一回合正在进行。好，线上线下的各位粉丝朋友，大家好啊！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这个拳击规则的这个比赛啊。那么我们红方选手是我们少林武僧一虎，那我们南方选手呢是这个武当的传人叫易毅啊。现场的朋友有没有可能给你支持的选手来一点掌声呐喊声？这个第一回合呢，大家双方都还在试探当中啊，要摸清对手的底细了之后才会进入刺刀见红的节奏。一虎老师，我知道他最近阳了之后啊，他一直没有训练，大概应该有半个多月了啊，确实有半个多月没有训练。再加上呢，我们一义兄弟呢，他这个级别要大，应该至少大七八公斤以上啊。所以其实他们打这个赛事，我们之前定的是四回合啊，但是考虑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情况啊，一个是有伤在身，他的手脚上的伤一直都没有好，当然也不是给他找理由啊。他阳了之后一直没有训练，因为他在成都待了有一个星期左右啊，我没看他训练一次啊。一虎先生是练习传统武术为主啊，那么敢于站上拳台，与我们现代的搏击运动员采用这个现代拳击的规则进行战斗。我们这个易毅呢，是我们的这个线上知名的网红拳王啊，这个曾经在全国打过多场的这个职业拳搏击比赛和拳击比赛。那么易毅呢会有一些这个体重上的优势啊，也是职业选手，年轻力壮。我们这个一虎呢，他的这个年龄已经36岁，所以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年龄能够站上擂台，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我们这个敬佩的精神。一虎，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一虎呢，打的不是专业的拳击技术啊，10秒，因为他是传统武术的技战术出身，但我们这个易毅的动作呢，就看着相对很职业。OK， 时间到，好，现场的朋友，还有我们线上正在观赛的朋友，您现在关注到的是达州中国田径广场主办的田径杯拳风金腰带争霸赛，我们的 final battle 明星赛拳击一 v 一正在进行第二回合。这个经过第一回合的试探，双方选手已经熟悉了对方的套路。都想着这个重拳 KO 对手啊，大家想看激烈的比赛就需要给他们多一些能量啊，掌声呼喊声多一点。好，现场的朋友一起给两位选手一起加加油好吗？一虎一虎，一毅，一毅，我们一虎的这个传统武术的一些技战术啊，希望能发挥出来。
这个我们看到一一的这个摇闪啊，非常帅气啊，轻松的躲过了，然后呢，一虎的连续的前手啊，前手的啊，好，好，一一在挑衅着一虎，好，啊，一虎的这个一一的拳法明显要优于一虎，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运动员的体力啊，在比赛的第二回合也充分打出了自己的这个优势。好，连续的摇闪啊，一虎也是连续的摇闪。好，我们再次提醒现场的朋友，在观赛的时候，尤其是二楼的朋友，请注意安全，一定不要倚靠栏杆。一楼的朋友也注意，我们在比赛区域有用电设备，请大家一定要看管好我们。如果在现场进行观赛的小朋友，一定要注意。那本次的比赛是由中国铁建广场主办的，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最终的最为重量级的比赛——明星赛拳击一v一的第二回合。哎，一虎，啊，十秒，哦，连续的一个小锤击，啊，这个意义的拳速，看看 KO 的掌声了，兄弟们，啊，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结束，时间到 ，DJ 明星一v一挑战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是第三回合，本场比赛一共四，其实我们一虎老师大家都知道，他擅长的是搏击规则，这次因为腿伤，但是他昨天肯定跟武林人阿俊打呢。因为他觉得，把话筒交给他吧。一义是我尊重的对手，今年冒着疫情南征北战，我是他第14场比赛。那么他这一年里边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有实力的就是综合格斗名将，双方都使出了全力。王赛啊，我在马嘉文能够听到等等，然后不说了，说了给他们流量了还。所以说，我能给这么优秀的拳手啊，能打个平局啊，然后按照李总监说的打个平局，我当麦我就相当的知足了。还有就是，这现在这个比赛啊，不是意义的。最高水平，我现在的这个表现也不是我的最好水平。刚来到现场的朋友以及刚进到我们拳王上司和拳风赛事直播间的朋友们，您现在所关注到的是由达州中国铁剑广场为您带来的铁剑杯，我们的拳风轻腰带争霸赛特别为您送上的明星赛拳击一v一，现在是第三回合。来，主动。我真的是在我今年打比赛来说很难的一场，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今年遇到对手当中抗击打跟拳重量这一块，我觉得一虎是最强的。然后最后在现在这个环境下还能举办赛事，还能让更多的人喜欢搏击，这一点坤总真的是一直在坚持，中国搏击需要坤总这样。现场朋友，我们再给两个观众加油好不好？也是我们这些所谓，然后再靠打拳让大家知道，拳手来说，坤总才是我们的最后的后盾。好，走。好，第三回合时间到，李杰。一呢，后面都还有非常重要的比赛，所以考虑到这个身体的关系，因为一虎本身身上也有伤，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赛事呢由四个回合我们缩减到三个回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即将为大家来公布到我们最后的比赛的得分情况。来，有请裁判团。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蓝方选手是意义，红方选手一虎。那他们最后得分的情况是 Round 1。29-28，
round two 29比28 round three 29比28蓝方胜。哎，镜头给个镜头，啊，干了吧，干了他，好，一、二、三，哎呀，哇，好过瘾呐！一口干了，一口干，好，一口干，一口干，抱请我们的医护，啊，坤总，平时我都不求人，你替我喝好不好？我真喝不下去。坤总，你是干大事的人，哎，到你这儿了。大家觉得呢？我从来没喝过，但是我还是有勇气。啊，要尝一尝，勇于尝试。这福报全锋赛事就是勇于尝试，对吧？掌声！全锋赛事勇于勇于尝试，挑战不可能，打造不一样的精彩赛事。我喝一半，你喝一半。妈，你喝嘛。啊，你干了吧！哎呀。怎样喝了这个还有下一碗打小皮绝对干啥、喝了这一碗就打皮香远、还挺顺口，喝了这一碗就打皮香远。然后现场朋友给坤总一点鼓励好不好？哇、来三给你点赞，二一，哦，也是拼了啊，也是拼了，真的不容易。其实我。